你老丈老丈母娘跟小舅子，人家来就能住，我怎么就不能住呢？我爸我妈差啥呀？再说了，我爸我妈来的他也不烦人呢，来帮就帮看孩子，收拾这个收拾那个的，屋里里外外的擦。咱也我爸我妈从来也不背后说赵庄不好，这玩意儿没法比。来可是可真是没来一趟，那也是一样。什么小叔的拿也不少拿东西。你翻啥呢？让你出去啊！我放我兜，我往哪说、啊？我不告诉你不让进屋吗？你来干啥来了？怎么的？我还不行来了？咋的？不告诉你吗？你这是你不烦俺家吗？这个看不上，那看不上的。那我还烦你？你怎么上俺那去呢？谁上你那去了？你长进了？我不管啊！你赶紧出去，不留我出去。我往哪出去？我不认你，快出去！哎呀妈呀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呀，你信我愿意来呢？哎呀妈呀！他喷我身上什么玩意儿？一下子什么玩意儿？那是你奶让我来的，要我你信我稀来呀？那你奶成天哭尽尿嚎的，这家伙的非让我陪他来。我说我不来，我来干啥的？那你现在干啥来了？你现在上来干啥来了？呀，上人家他妈那个什么玩意儿，热屁股，热脸的。热屁股沾不到你那热屁股，冷屁股沾不到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是你问你不是你还我来？你问问，你问问老太太。我说你说，你跟他说。我说你跟我俩去。我上大庄那下住一宿，住一宿两宿，我有点事儿，要不我自个去我还整不明白。那你来你咋不招呼？你不给我打电话，你让他给你来干啥的呢？你不忙吗？烦人，搁哪烦人？说话招难听。我就让他来。那我也没说什么，没深沉，没深沉，到哪？没深沉，你谁有深沉？就你有深沉。你跟他来干啥的呀？你跟他来啊？你跟他来干啥的？有事儿啊？他说你问他呗。我哪知道他来干啥的？那你咋的？你今儿不走啊？你今儿不走啊？我想办点事儿。啊，那你就搁这呗。那你早说，我就你早说，我接你多好啊！你说你让他跟你来干啥的？我寻思，我要随便来呀。当作伴儿，你当作伴儿。那白说的说住一宿，我说我不去，还住呢？我搁那我去我都进楼了以后，我还住一宿。那你就赶紧走，你不住你就赶紧走，你别搁俺家待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住指定不行，不留你啊。不是，你哪要走我就走，那他走我他搁这住我怎么不能住呢？那我也搁这住啊。我哪住就能住就不留你，怎么就不能怎么能不能住？没有原因就不想留你。行，没有原因。你就是我走了，那怎么的？明天我陪他来了，明天我还不得陪他回去吗？那我不管你。那我回家了，我明天我还来呀、啊？你再来呗。我闲着。你再来呗。那谁愿意来？闲的，你给我拿钱呢？谁给你拿？谁管你那事儿？快点的，我告诉你，俺家不留你。哎，还不留我？怎么的？那我住，你奶说住一宿，我跟住一宿；我你奶说住两宿，我跟住两宿。哎呀妈呀！还住两宿住八宿呢，这家伙！不是，我就问问你，我怎么不能住呢？还拿我奶当挡箭牌呢？啥玩意儿？差啥呀？我跟别人差在哪呀？谁道差你自己心思呗？我是缺只胳膊，是少条腿，是少个脑袋呀？你自己琢磨吧。人家长啥我长啥，人就能住呢？谁能住啊？你老丈老丈母娘跟小舅子，人家来就能住，我怎么就不能住呢？我爸我妈差啥呀？再说了，我爸我妈来的他也不烦人呢，来帮就帮看孩子，收拾这个收拾那个的，屋里里外外的擦。咱也我爸我妈从来也不背后说赵庄不好，这玩意儿没法比。赵庄不好，来可是可真是没来一趟，那也是一样。什么玩意儿？说的拿也不少拿东西。哎呀妈，你可别说话了，这家喷我满脸都是。怎么的喷脸上？怎么的？那你说话老往出吐沫子干啥玩意儿？我就这样。赶紧的，啥时候走？定死，快点！哎呀妈呀！几点？你别说你留我，你别说你不留，你留我我都不敢住啊！你瞅你家，妈呀！我到时候上朋友他住去。哎呀，那可真好啊！哎呀妈呀，掌声欢送啊！真好！我跟你说，此处都应该有掌声。我这说心里话呀，你以为我愿来呀？我也不上老太太，我上你这来。你瞅你这家，这家伙，那破，一天像牛马房似的，这家伙。别说话了。赶那个那废品收不上了，那你瞧那破起破房子，给我这住的塌子把我砸死了。再破也不让你住啊！哎呀！别讲挺美了，哎，人也招人烦，他上回也跟你招人烦，也没你烦。吃的，吃的不像吃的，你吃的像吃啥的？吃的像猪食似的。哼，吃啥也不给你。先扣边。这家还整点小茄酱啊。
奶也没提前说他来呀。这人晚上正早正要吃早饭包呢，你多带劲啊！哎，小肉酱，小土豆。我直接端端饭盆儿。行。这家伙，这咋的？就吃这玩意儿，还怕我搁这吃，怕我搁这住呢？哎呦我的妈！这家伙赶喂兔子的，没长两根胡萝卜呀？整啥？我说那我说那赶喂兔，我说没整两根胡萝卜啃。你要想磨牙，我给你整两根也行。怕我这还心谁愿搁这住？心谁愿搁这待着呢？这他妈搁两天，成天吃这玩意儿，妈不给我把我吃倒台子了。哎呀，那这都算在我家都硬是伙食的，这都是。哎呀妈呀，还硬实的。哎，你看，破玩意儿白给我吃都不吃。哎呀妈，那可真好啊！你就以后这话尽量多说点这种的，是不是？你早说，你说我就不得意吃你家东西。哎，你家啥我都不愿意要。什么玩意儿？是不是？我连你家人都烦，我舔个大脸，让我来。让我来我都不来呀，让我来我都不来呀，真的，我跟你说搁八大叫台我都不来。哎呀那可真好，现在赶紧我给你开门，你出去得了。